你下班了？你怎么下那么迟啊？现在都4点钟了，以为是不是要去种田？你就下迟一点。去买点菜呗。早上我已经去做了一点了，等下你拿这个去。然后我放点药水杯去打那个菌草针。那边有水。哪里有水？那你倒在这里。我直接不好吧？我直接背过去了，怎么不好？那你不要倒这里，丢在这里啊。这个背的好重啊，才多少斤重？背的这里有点累啊，早上我就翻了一点，等一下你就翻这里。这些草我们还要打。是啊，这是除草剂啊，你不打等下。到时候那个水淹它不会死吗？为什么除草？水淹不死的，水哪里淹得死那些草的？到时候你那个。到时候他们爬田的时候不是也把它爬死了吗？爬树也有，它还有一些草米啊，它还会生长。到时候你那个河那里啊，全都是草，你惨了。你还会不会翻？你早上就翻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早上就翻了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肥吗？你都不来运动。这里可以减肥，所以种点田减一下肥啊，这可以得好吃一点的。你都没种过，你得吗了？我都怀疑你种不来。我哪里没种过？都说我知道流程，我小时候种啊。你先翻了，反正翻，等下我再把它搞平了。等一下你背累了，我就帮你打打哦。等一下，你再打你先翻这个，我先打一下这个药水吧。嗯，那你去打吧。这样。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挺好翻的呢。等一下你翻了，我还要加工过呢，还要修改。你翻了这样就得了，像个狗啃屎一样。嗯、说的你翻的很好一样。没水了，我们去那边的河里打一下水。我下去得了，你还下去干嘛？嗯，你在这里。有螺吗？你看到有螺吗？没有吧。现在这些河都好多泥，好，以前那个河很深，很多沙的，现在全都是泥了。那些也是沙，泥沙。你看一下有没有鱼？有的很少了，现在估计都被那些人钓完了。以前小时候好多那些虾，好多鱼的。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。这里好少水啊，以前不是很多水的吗？现在没有放水啊。重吗？你要多背几桶才得，要不然你太肥了。没穿水鞋就要脱光鞋子才能下去了。问题有，可不你有什么其他东西扎到那个脚啊？还好你穿了水鞋，不然我也帮不了你。不知道谁家的，等一下人家。你累不累？累你也不能背啊，这个六七十斤你那个小身板背得动啊？六七十斤我也可以背啊。放下这个压扁了，不用你背了。累你就休息了，我打完的快点回去。
哟。打完了。打完了。这么快？不快啦。怎么样？我画的怎么样？可以。我还要加功课。还快着你，你早上发一点点，你看我都发了这么多。我早上。气也不错啊。我来到就做了，早上来到到处逛一圈，那么久了不看看自己田，等下都不见了，不知道。不见了，不在这里，不见才跑啊。我到了。你还会跑的。农村路太滑。太滑，这里不会滑。不要铲那边了，等下我再铲呢。累不累？累，休息一下了，等一下刷啊。来。觉得越挖越上瘾。越挖越上瘾，那你在这里把它翻完了，不用叫人家来搞了。直接这里把它翻完，翻完不行，那翻到什么时候？休息一下先了，等一下手脚痛啊。我这瘦了2斤了。来坐一下先了，等一下手脚，今晚上要说手脚痛了。那你帮我按呗。按我也累了，你久不了，一下子太重了，哎呀，坐下。你看出来好甜，不甜了吗？我不吃了，我手有毒能吃啊，再坐一下先了。哎，我咬好了，你就能咬了。我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就说不吃了。哎呀，这个你吃了。这里空气还是挺好的，早上跟你来这里一边干活，一边吸点新鲜空气。是啊，这里现在也有哦，到时一放水了，到处都是都不好走了吧？新鲜空气不懂，以后我们去山上那里。哎，放水，我这里有泥鳅窝吗？有啊。哎，快和我们抓点泥鳅。可以啊，不多而已。你要新鲜空气，可以去山那边改天可以。太远了，哪里远？那里可以坐，可以坐摩托车上去的。我不想爬。你不想爬？人家特地去爬山的，不想爬。我那个他们没干过活的，特地去爬山。你也没干过啊？我们也是，我也没干过啊。我起码在家种菜。种一点菜。种点菜怎么了？一年有多少春收的？这个还要问两春啊，像我们这里啊。那北方？北方我咋知道？应该一春吧，有些是小麦的。那我们这个田有多少公斤？多少百公斤呢？年产啊？还是？年产。一次一亩，好像有看那个谷种的理论的话，就是500公斤，可500公斤，但是可能都基本上达不到的，有的。有的400公斤应该就算好的了。那你有300公斤吗？你我哪知道，应该有吧。加油啊！要你种不了，那没有那个产量，我就拍你。谁敢说啊？反正我也没种过，就种个先呗。如果没有那个产量，我们就种甘蔗。种不了甘蔗的，因为你这个田是在中间，你排水不好排，只有单单你自己种，你种不了的，好难种。人家那边也得。人家那边是靠近河那边好排水。我们这是在田中间，那我们把它挖高一点。不行的，你要种还有另外一个田啊，在下面罗托洞啊，上次那个以前的，好大的，下次再去那里看一下。那个种了那么远，给人家吃完你都不知道。干什么活又快的又晚了，现在5点多了。我们4点多才来的，是吧？嗯，那小阿姨，我快点吃完，我干活。干了，等下你先回去啊，我自己在这里干吧。你回去做饭先了，然后小孩6点多再去接他了。我挖完个哥哥 Q。那你的挖呢？早了回去先了，晚了快6点。走了，回家做饭。你背一下那个。嗯。早上去。背一下，你刚才不是很想背吗？现在是空的。有水不敢给你背，有水太重了。我背上压不住。你看你这个小腰，你这样，要是一桶水背上去的话，你就。腰弯了。喂。哎呀，走了，回家了。走了。